《大秦帝国》第四部，《阳谋春秋》第十一章，《重负当国》。文信侯静心片刻才、啊，再说。营异人淡淡一笑，看着侍女收拾好吕不韦作案，又斟上新茶，飘然离去，又是淡淡默默一笑。太医大方，我连服三剂。 为的便是今日你我一物，文信侯笃厚信义，天下皆知。今日之谈，你我肝胆比照，同则同之，异则异之，不得虚臾周旋。文信侯以为如何？吕不韦生平无虚，我王尽之。 先生请起，嬴异人连忙推开大背，跳下坐榻，扶起了大败在地的吕不韦，又推开吕不韦要扶他上榻的双手，索性裹着大背坐在了吕不韦对面，悠悠一叹：“哎，得遇先生，一人生平之大幸也。先生之才过于白圭，更是秦国大幸也。赢异人才德皆平。” 为之人尚可，与先父孝文王差强相若。一言以蔽之，先生开一人心声，一人与先生心图，两不相负。总不知俞伯牙钟子期之音千古，也算得天下一奇也。 我王一言，吕不韦此生足矣。然则一人还有一事，樊兰先生。我王但说，吕不韦死不选种。记得先生一诺，拜托也。嬴异人拜倒在地，骤然泣不成声。我王折杀臣也。 吕不韦连忙西行过岸，不由分说抱起赢异人，放上了坐榻，又用大被裹好，退后一步，深深一躬：“王若在下坐榻，臣无地自容。”赢异人粗重的喘息了几声，一挥手：“好、哦，先生但坐，我便说。”待吕不韦坐定，赢异人斟酌字句，缓缓道。 我将去也，太子年少。托国先生，以度见微，以存营事社稷。秦国虽有王族强将，朝中亦不乏栋梁权臣。然如先生之善处书要、周旋协调、总揽全局者，却无第二人也。 更有甚者，先生两度稳定新丧朝局，又与本王、王后、太子渊源,源深远，与各方重臣皆如笃厚至交，在朝在野资望深重，无人能出其右。此所以托先生也，我王无言。 臣虽万死，不负秦国。先生，且听我说。赢异人喘息着摆摆手，拜托之药，一在太子，二在王后。太子生于赵，长于赵，九岁归秦。我为其父，已知之甚少。此子才识俱佳。 为秉性刚烈，亦若乖戾之徒。若不经反复打磨而清正过早，大局难以收拾。此子亲政之前，先生务需着意使其多方锤炼，而后方可担纲也。臣铭记于心。至于王后。 赢异人突然意味深长的笑了笑：“原本便是先生欣赏女人，猎人之美，一人之心，常怀歉疚也。”我王此言，大事不妥。吕不韦急得满脸涨红：“先生莫急，先祖宣太后。” 能对外邦使节笑谈卧榻之秘，我等如何不能了却心结？影一人坦然拍着榻栏，喟然一叹：“不瞒先生，王后赵姬，与我卧榻欢愉至深，生死不能舍者，赵姬。然则，王后欲情过甚。” 一人实有难言处。我思之再三，决意以王后与先生同权，摄政当国。一则效法祖制，使王族不至疑虑先生独权；二则是先生与王后可名正言顺相处，与国事有益，更与教会太子有益。一人苦心。 先生当知也。吕不韦愕然不知所对，惶恐的一个长弓伏地不起。先生，赢异人又跳下坐榻，扶起了吕不韦。方才所言，乃你我最后盟约，须得先生明白一诺，否则赢异人死不瞑目也。 蓦然之间，吕不韦失声痛哭，王言如斯，臣心何堪也？人之将死，言为我心。赢一人也不禁唏嘘拭泪，王位国家，夫复何言？ 先生应我了。吕不韦大袖试着泪水，认真点了点头。嬴一人不禁拍案长笑：“哈,哈哈哈！哈，哈哈哈！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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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先生，真乃天意也。”一言方罢，颓然倒伏案头。 吕不韦大惊，正欲抱起营异人上榻，守护在外间的太医内史已经闻声赶来，一阵针灸推拿，营异人气息渐显均匀，然却没有醒转，只气若游丝的冬眠一般。太医令一把脉象，将吕不韦拉到一边，低声说得几句，吕不韦匆匆,匆去了。 出得内院，暮色如夜，大雨滂沱，声声炸雷，掺杂着雪亮狰狞的闪电，整个大咸阳都淹没进了无边无际的雨幕。正在此时，老张氏桓厉急步匆匆迎面赶来，顾不得当头大雨、电闪雷鸣，拉住吕不韦，嘶声喊了一句：“特级密报！” 晋阳将反、啊，快同见君上！吕不韦略一思忖，断然高声道：“君上昏迷，急报，交我处置。你守护君上，莫得离开。”老黄令面色输的苍白，颤索索打开怀中木匣，拿出一个铜管，塞给吕不韦。 消失到廊外雨幕中去了。吕不韦立即吩咐御手独自驱车回府，转告主书：全体吏员夜间当值，不许一人离开丞相府。说罢，向王城将军讨得一匹军马，翻身一跃，冲进了茫茫雨雾。片刻之间，吕不韦飞马到了上将军府，匆匆说的几句，蒙骜。 立即下令中军司马去请蔡泽，待蔡泽从雨幕中喘咻咻、湿淋淋冲来，三人聚在最机密的军令堂会上了大半个时辰。大约二更时分，蒙骜的马队出了府邸，直飞蓝田大营；蔡泽车马零零赶往咸阳令官署，吕不韦一马回了丞相府。 蔡泽抵达咸阳令官署，立即下令当值吏员飞马请来内史郡郡守与咸阳令、咸阳将军三人。此三人乃同爵大员，其执掌皆是秦国腹地最要害所在。内史郡管辖整个陇西关中本土，咸阳令管辖都城咸阳之明治政令，咸阳将军部署五万精锐步骑，专司大咸阳城防。 美陵危机，这三处都是最要紧所在。此三职之中，咸阳将军归属上将军管辖，内史郡郡守与咸阳令隶属丞相府管辖，蔡泽原本均无权过问。然今日不同，蔡泽持有丞相吕不韦授权书令与上将军令箭，又是比目下丞相与上将军爵位还高的国家一等重臣，召见两属主官。 自然不生政令抵触。三人到来，蔡泽沉着脸，极其简约地说了朝局大事：秦王病危，有逆臣欲叛，三蜀皆归老夫节制。说罢，一番部署。咸阳城立即实行战时管制，所有城门早开暮关，取缔夜间开城与城内夜市。内史郡。 立即小于各县，着意盘查奸细，但有北方秦人流民逃入，一律托为安置。咸阳将军将五万步骑全部集中驻扎渭水以南山谷，随时听候调遣。一番部署，三人分头忙碌去了。蔡泽又匆匆赶到了丞相府邸。 丞相府一片紧张忙碌，大雨之中，各个官署都是灯光大亮，丽员匆匆进出。蔡泽做过几年丞相，一听丽员答问，便知丞相府正在紧急汇集晋阳一路的各种情事。方进得书房，吕不韦当头便是一躬，蔡泽连忙辅助道：“晋阳反国，理当同心，丞相。” 何须如此？吕不韦肃然道：“刚成君明白大局，今日秦国危难不在晋阳，在王城之内也。不为，欲请刚成君坐镇丞相府，总署各方急务，得使我全力周旋王城，以防不测。当然，蔡泽。” 慨然拍案。君王弥留，自古大权交接之时，丞相自当守候寝宫，放心带去。老夫打点丞相府，也过过拔宗瘾也。三日之内，刚成君，须臾不能离开丞相府。当然，老夫影头正大，只怕你赶也不走。谢过刚成君，我去了。 四更时分，吕不韦冒着百年不遇的深秋暴雨，又进了王城内院。赢异人已经是时昏时醒的最后时刻，太子嬴政与王后赵姬已经被召来守候在榻边，母子两人都是面色苍白、失神。几年来，吕不韦第一次看见赵姬，一瞥之下，见她裹着一领雪白的貂裘，依然在瑟瑟发抖。 心下突然一阵酸热。吕不韦大步走过去，深深一躬：“王后太子无忧，秦王秦国终有天命。”低头啜泣的赵姬只轻轻点头，少年嬴政却肃然一躬：“邦国艰危之时，嬴政拜托丞相。”吕不韦心头一颤，连忙扶住少年嬴政。 正在此时，迎一人一声惊叫，倏地坐起，又颓然倒下，口中兀自连喊：“丞相，启禀我王，臣吕不韦在此。丞相，凶梦，有谋反，杀！我王无忧。”吕不韦从容拱手：“晋阳营西起兵作乱。” 臣已与上将军刚成军谋定对策，上将军已经连夜清兵北上，河西十万大军足保晋阳。啊！周，周是此人也，先父看的没错，没错。赢异人粗重的喘息一阵，双目骤然光亮，一伸手将少年嬴政拉了过来，张啊！ 自今日始，文信侯是儿之重负。生当以父视之。过去拜见重父。少年嬴政大步趋前，向吕不韦铺地拜道：“重父在上，受儿臣嬴政一拜。”太子请起，老臣何敢当此大礼也？吕不韦惶恐的扶起了少年嬴政，待要回拜，却被少年嬴政。 架住了双臂，低声一句：“国师奉命，众父辞让，你我两难。”吕不韦喟然一叹，只得作罢。王后，正儿，文心侯，营逸人将三人的手拉到了一起，轻轻的拍着，一汪泪水溢满了眼眶，不胜唏嘘的喘息着。 三人同心，好自为之一人走了，走了，颓然垂头，没了声息。赵姬与少年嬴政同时一声哭喊，待要扑将过去，吕不韦猛然伸手将两人拉住，低声一喝：“王宏有法。” 莫得乱了方寸！说罢，向身后一招手，老太医令带着两名老太医疾步趋他。老内侍已经将秦王嬴一人扶正长卧，三老太医轮流诊脉，各自向书案前的太史令低声说了同一句话：“亡魂无归。”老太史令郑重书入肃然起身，高声一宣。 秦王归天矣，不以悲乎？寝宫中所有人等，这才随着王后吕不韦三人一齐拜倒榻前，大放悲声。宣王遗书。老长史桓立突然郑重宣呼一声，吕不韦很清楚，此时所有自己未曾预闻的事项，都是秦王临终安置好的。 城市礼仪也未曾推出自己，只有听命。王后赵姬与太子嬴政似乎也事先不知遗书之事，一时惶惶不知所措。见吕不韦眼神示意，这才安静下来。怀里苍老站立的声音，在哗哗雨声中如一线飘摇。秦王嬴异人特命，本王自知不久。 本王书作一命，公事大臣。新王亲政之前，不得违背。本王身后，吕不韦，复文信侯爵，使封洛阳百里之地，领开府丞相，总设国政。太子嬴政即位，加官之前，不得亲政，当以忠副礼待文信侯，听其教诲。 着意锤炼，王后赵姬欲闻国事，得与文信侯商酌大计。正式实施，悉听文信侯决断。秦王嬴异人三年秋月立。风雨声大作，一应臣子都惊愕愣怔着，似乎不晓得王叔完了没有。 只有小赵高轻轻扯了扯少年嬴政的衣襟，少年嬴政突然叩地，高声道：“儿臣嬴政，供奉遗命。”王后赵姬这才醒悟过来，转头看了身后吕不韦一眼，也是伏地一叩。赵姬奉命。吕不韦见老桓厉向他连连晃动竹简，心知再无未之成事，伏地一个大拜。 臣吕布为奉命，自命之后，王后与文信侯爵士。老怀立高声补得一句，寝宫大臣们肃然拱手，整齐一句：“臣等奉王后文信侯号令。”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下一期。 我们再见。